大家好，我老唐。前几天发了个英语视频，练了首英语的词，结果网上也没什么反应。大家都说老唐啊，你这普通话都说不好，还说英文。是啊，广西桂林人普通话说不好，请大家多包涵。啊，今天和大家谈谈这个腰痛的问题。腰痛呢，明确诊断，先比较常见腰痛哈。大家常见的病引起的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椎管狭窄症。这个诊断到医院做一些这个 CT 啊和磁共振都能诊断出来，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一下呢，就是这个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来说，没有急迫的压迫症状，选择手术。但是现在年轻人做手术的，像这个椎间盘突出症，用微创手术把那个脱出的部分给取出来，症状恢复的也挺好。但我建议中老年人不要做手术，对身体的创伤太大，能不做就不要做。最后说一点呢，就是这个保健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腰部嘛是沉重的，然后这个腹部前面腹肌后面腰肌，就是说你在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能够注意稍微这个增强自己的腰腹肌的话，也能够做到预防腰痛。好，祝大家健康，欢迎大家登录，下期再见。